今晚就是蘇菲個人演唱會，咁係一個非常之有力同埋支持嘅鼓勵。咁啊，今晚咧，我哋亦都有其他嘅嘉賓係獻唱嘅，咁啊包括舞王麥德羅啦，俾啲掌聲先啦，同埋歐偉星光家族裏面嘅，唔知你聽過未？應該聽過，黃偉斌先生，再俾啲掌聲，真係好多謝你哋熱情啊！咁好啦，唔阻大家欣賞蘇菲個人演唱會嘅開始，有請蘇菲小姐，岑波華。 送给你们。
定。